因远距离分手，我有跟黑社会妹妹交往过。Kid 在7日播出的《18岁不睡》竟然自曝曾和黑社会妹妹交往过。你看那边，制作人好棒棒爆料，马上就被凯乐抖出那人就是贝彤彤啊。以前青涩的时候，然后有跟他稍微就是暧昧，然后在一起过一下下。Kid 向苹果坦诚，当年还是。贝彤彤两人曾经交往3个月，彤彤8日入天台冲冲冲，谈起前度，就他很真诚，我喜欢他野孩子的样子。他那时候还在台南念书，因为真的太远了，台南跟台北见面也很困难。原来两人是不敌远距离而分手，但再见。Kid 的节目综艺玩很大，同台也不尴尬。不过 Kid 的粉放心，许文都知道的。彤彤的上班族男友也知道，谁没有前男友前女友嘛？你最后结婚也会炸吗？绝对啊！娱乐动新闻，拜托你红包大包一点，你现在这么有钱。报道。